精力我得保留一点。喂，开机。其实很正能量，从头到尾就是在给每一个人做加油，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很精彩，大概这样的。如果你多唱几遍，你真的会讲。希望就是说每一次我出去，可以让人很期待说，哎，你这次这样了，你下次会怎样？就永远吊着胃口，永远有 surprise。慢跑啊，健身操啊，还有我们跳舞啊，跳 S 舞啊，我觉得我可以开班了。有魄力，畅通无阻。这个时代的节奏很换速，很有速度，梦幻。是最脏的街让你放收工，辛苦大家，把球吧，耶！环节就是太帅了，既然是这个事，我们就提前十分钟完成，圆满结束。咱们拍个照，三二一，五。